朋友们，大家早上好呀！我这个是防晒服，因为我等一下还要直接套个外套嘛，今天还要擦脸啊什么之类的，穿了外套不方便。我之前不是去做那个唐氏筛查吗？然后医生就说叫我回家等，到时候有什么的话的时候给我打电话拿报告，但是现在都已经那么久了，他还没给我打电话。然后我心里面就比较慌，不知道什么情况。而且的话，我现在是20周了，20周，我没有感觉到什么胎动，知道吧？因为我姐啊，还有就是我们身边的这些人，他们说一般3个多月这样子都在动了。像我家伯啊，他们这样子一直问我，小孩子他们说六了没有，六了没有？然后我没感觉到，我心里面比较慌吧。我现在20周的话，就算是5个月了，5个月的话就没有胎动嘛，所以我心里面就一直很慌。所以说我等一下的话，我就想去问一下医生，看一些资料。不过我之前检查报告的时候，那些资料都那个医生都不在，我的主治医生不在，都是旁边那个医生给我看一下。吃饭了，我知道了。我蒸的蛋，我跟你说，香啊，好好吃，啊，我跟你们说，我每次，哎，听到他们说的那些，特别是像那些人说，哎，我3个月的时候啊，都开始动了，然后就说4个月的话，应该都挺厉害了。听到这种类似的话，我心里面更慌。早上起来，群里面一片宁静。还不改了？他钙片一直持续走的。那个是维生素钙片。怎么样？维生素钙片可不可以吃啊？哎，不吃维生素都不改嘛，反正不改就行了啊。哎，我看到人家说那是 HDN。我们去那种专门预定店那种，他问了的那种，他说可以吃那种钙片里面。维生素吃多了也不行的嘛，钙片可以吃，但是你不能老是吃维生素的嘛。脚肿不肿？不肿。感觉娃在动了没得？都是没得啥子感觉的。感觉到娃在动了没？都没小孩在动了没有？没有。正正常哦，他们说应该早就该动了呀。20还不一定，20也许有感觉。现在动了，它是这个样子，它就像鸡爪米一样那么碰，轻轻挨了一下，碰了一下，肚子高头就觉得有啥子，碰一下那种。哦，就去把肚子闯一下，有没有这种感觉？没得呀。你在自己一个人的时候，你就认真体会一下，它就像鸡爪米一样那么碰了一下，因为它太现在太小，对。它没好多力量啊，它就那么碰了一下就是，你要去感受下这个感觉啊。它那个胎那个心就是啊，胎那种动。啊，旁边那个我还没有去弄过嘞，现怎在。么样？胎心。胎心哪个？这么早就听着怎么弄啊？要到一定时间的时候才能弄啊。哦，20周还不能够多二久十周啊？现在只有听个胎心，听个胎心就行了，这个公告复位啊，今天做不做检查嘛？今天就测个空洞，会听个胎心就行了。再给你测一下啊。检查报告都得的。那医生说没得啥子。乙肝低，现在小于5可以啊。超导性低，没得地中海贫血，就是酮有点点高，铁有点低。酮高了，酮高了就是吸蔬菜水果要吸干净啊。蔬菜水果里面它都含的保鲜剂。保鲜剂里面就含那个铜，你洗不干净，没洗干净，吃了它就铜了，真的。蔬菜水果洗干净点啊，洗干净点。可以多吃点蔬菜水果，对对，白细胞稍微有点点低，其他没啥子的嘛。系统查的该好久打就去打60多斤呗。好，然后就是我们这个的话，就是要4周来检查一次。4周啊？哎，4周来检查一次。一个月来一次啊？啊，你得最近去做系统查，你把报告要拿到我们这个，我们要我晓给得，他。好的，好。你就担心。回预感了，多少斤嘛？他们我这个体重比上次还要轻一点嘞。这个我不清楚，你上次是怎么称的？上次可能穿的衣服厚一点嘛。现在做那个胎心转，嗯，第
意识做了。我之前就很好奇，为什么磕到他的这样，我没认他。想的平躺，改不改了？不想，不改，不改。我们现在看完下来了，然后没什么事，医生说，就是那个体重差差的太远了，差差有七八斤。然后跟医生说，我们上次看秤的时候看错了，但是我感觉没有错，是吧？你上次衣服穿的重一些噻。医生就给我开了一个 THA 是补小孩子大脑的，哎，没什么事就好了，嘻嘻一场，好的，我担心这么久，走吧。